香港天氣潮濕，晾衫好難乾，仲有一陣霉味添。濕度高嘅日子，屋企牆身仲可能會出現水珠，甚至滴水嘅情況。如果室內環境濕度太高，空氣會容易積聚灰塵、懸浮微粒。情況嚴重嘅話，仲可能會引起皮膚敏感同埋鼻敏感等等症狀。所以抽濕機真係香港人嘅必備家電。想揾部啱自己嘅型號，即刻睇下以下介紹啦。美的嘅二十升壓縮式抽濕機，具一級能源標籤，環保又慳電。三公升水箱，負離子空氣淨化，乾衣模式，超強抽濕，強勁送風，智能抽濕，抽濕量達到每日20公升。要打造乾爽舒適的家居，快啲嚟 Priceline 十惠門市或者上網店，帶呢部抽濕機翻屋企啦！